15天了，哎呀，不见了，从上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快点，刚38点多，我刚才。对，等那个铃上来再上去。可以了，上去了。效果蛮好。效果蛮好的，我现在衣服通通穿着，我在家里穿不了。44点多。164。肚子小了，肚子小了吧？37.9。对，那个体重146.4，原来150。哎，51。1.6，瘦了5磅，先吃饱饭是不是？哎，对。下来了。看好了啊，38点几的。看好了。37.9。那水分不够，内脏脂肪少了吧？哦，内脏脂肪，我看一下。内脏脂肪少了吧？上次那个。内脏脂肪，少了10了，原来是9.8了。哎，现在呢。皮下脂肪也少了。也少了对吧？少了好多，代谢。少了多少？运动。内脏脂肪也有减，体重也有减，蛮好。